本节目由芒果文学冠名播出。扶摇大王来巡山了，期待已久的扶摇终于来发糖了。在这里的大秘密可谓是超减龄的，可爱的犯规的皮皮摇，你们期待吗？该具正确的打开方式，怕不是无极大人与扶摇小可爱的护皮神聊手册。第一次的见面，无极大人就抱着不想放手了，占了便宜还不够，还要吐槽：你们玄元山的功法也不怎么样。那扶摇才不会随便被占便宜呢。这玄元山的禁崖是会吃人的，不过就是几根树藤而已，你真以为我出不去了？哦，你试试。第二次见面就已经开始脱衣服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很聪明，只可惜道行太浅，你真以为乾坤殿锁得住吗？经过数次亲密接触，无极大人可是要宠溺加倍了哟，开始有了甜蜜爱称。啥头？哎呦，小编都害羞了呢，带着萌宠来撩妹也是套路十足了。你为什么送药？你看上我了？你说呢？扶摇因为一直被欺负，都差点丢了小命。无极大人怎么会看着自己的女人死呢？你救了我。怎么，感动吗？谢谢。怎么谢啊？以身相许。你，如果你这样就以为这是个傻白甜剧，那你就错了。女主的报仇可是爽到不行。这扶摇本是我玄元派的贱奴，是条伺候人的狗。这师姐看着都让人生气，而练就神功的扶摇回头找日常欺负他的坏师姐报仇。你竟然敢伤我！这一刀是为了你一直以来暗箭伤人，算计于我。这一刀是为了你出尔反尔，伤了小七，仿佛找到了白雪上神将素锦挖眼睛的快感呢。想知道扶摇如何脱离奴隶身份一跃成皇后吗？扶摇周播等不及，快去芒果 TV 首页追小说，精彩剧情早知道，分分钟追剧，下期见。